女人到底可以忍住多久不去找男人呢？今天啊，我就把我们女人的这些小秘密啊，全部都告诉你。反正呢，我也不怕得罪人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女人呐，就像是鲜花，男人呢，就像是土壤，啊，土壤必须提供养分给鲜花，它才会盛开的娇艳呢。反正呢，土壤没有鲜花，它也不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。所以我说吧，男女之间呢，都是一个互补的。男人和女人呢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如果说呢，你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呢，也要稍微的去主动那么一点儿。毕竟呢，茫茫人海之中啊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，这个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呢。如果说呢，你现在依然是单身的话，或者说呢，你现在还特别的想找一个女朋友，但是呢，找不到，那么我建议你啊，试试这一款泡妞神器了，能够让女人的荷尔蒙瞬间的飙升，就是这款古龙香水皂。你呢，你就用它来洗头、洗澡啊，洗全身都可以的。它成分温和，洗完澡呢，它全身是清爽又不紧绷，而且呢，洗完之后呀，还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水味，而且这个香味呢，可以让你的感情迅速升温的。它就已经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，你说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呢？现在呀，我知道厂家也在做活动，我觉得呀，每一个男生至少也要备上个4-5块吧。左下角赶紧去抢吧。